you today. So this is week four. 今天我要安排 presentation， 可是都没有人来，怎么办？我们大放送好了。今天你们现在来的，你们可以自己选，你们要美国人还是英国人？如何？没有台湾人。这边呢？好，等一下 ，PowerPoint presentation， 所以 need to have a PPT， need to have a PowerPoint slide， OK？ One to two people in the group。One to two people a group, okay? 一个人或两个人都可以啦，因为贵班有二十个人，所以一定会有组是两个人的。Okay, so it's really up to you. 没有关系。Okay, 你觉得如果觉得 you if you find more comfortable doing the presentation by yourself, it's okay. All right.And if you want to have a partner, that's okay too. So in your PowerPoint, you need to include the following things, okay? 10 to 15 minutes, your presentation should be 10 to 15 minutes. A short video related to key person. 我觉得这很好找啊 ,YouTube 上很多 ,okay? 中文还是英文？都可以。尽量有英文的，好不好？好。然后 ,why he is significant? 为什么他很重要？为什么他很重要？然后 ,what has he or she done? 他到底做了什么事情？他的 achievement 是什么 ？OK， 他的影响力是什么？其实这三题还蛮像的啦 ，OK， 你可以去找。And last but not least, the references. OK， 我不介意 reference 就是你的参考资料。我不介意你去网络上复制贴上 ，But， 请你告诉我他到底是哪一个，好不好 ？Be responsible， 就是负责任一点，好吗？因为你一定不可能是自己知道的啊，对不对？你一定是去网络上找的啊，所以就把 That's creepy， 很恐怖。好，那来 the key person， 我上次有 go over their names， Do you want to pick？ 自己选吗？我想要玩那个爱你的。先抢先赢吗？是啊，要吗？那我跟你讲，你们传下，现在传下去会不会太？还是等一下下课？现在好像会等一下有更多人来。我这边有一个分组名单 ，OK？ 因为你们班只有两个，所以这后面的灰色的地方你就告诉我你是谁，要写谁，好吧？我给你，你们有七个人嘛？一二三四，不止哦，八个人，所以八个。You get eight people here。这边有八个人 ，so。I give you like 10 minutes to quickly decide 你要一个人一组还是两个人一组把名字写上然后旁边写你要报告的人好快对灰色的地方写你要报告的人可以吗可以所以赶快查一下想报告谁知道哪一个人不知道名字了我们刚刚有讲过了都讲过了对不对还有人不知道了吗我比较好奇铁娘子跟大家说铁娘子有电影给他，所以我们可以看电影吗？没有，我没有给你看。到底要干嘛啊？刚刚十分钟都在播电影，所以我们就看他一岁快转，八点完。那赶快想一想要填谁？我要过十分钟。十分钟。八点，赶快写一写，十分钟，会不会太爽？十分钟。对啊。多讲十分钟。来了是谁啊？休息的，要不是有录影机，对不起嘞，不给这样嘞，不然我就要失手了。他的微信来后面有谁？对啊，后面有微信。来了，我个人喜欢谁吗？推荐谁？我推荐谁？这都很重要啊。你喜欢谁？你喜欢谁？美国的，我喜欢一个 Oprah Winfrey， 我喜欢欧普拉。他有故事，他的故事，美国的欧普拉，欧普拉就是跟八个，跟歌剧有关吗？啊，对不起，对不起，因为美国只有他现在还活着了，其他都死了，其他都过世了，你要找得到他，你也可以找，他都过世了，然后他又不想离开，披头士还有两个啊。Beatles 还有活的两个吗？都在西游啊，西游本来就有西游。英国的还剩这两个
还活着 ，Stephen William Hawkins 跟那个 David Beckham 还活着，这两个人还活着，其他都死了。那但是他们没有在那个啊 ，No More Albums or Songs Coming Up。你们两个到底选好没啊？当然选了。你们嘴巴动得比手快，快一点吧，三七七，你们选好了没？我们选好要一起吗？你选谁？我要唱 Disney， 他也嗝屁了，他应该嗝屁吧？我要唱 Disney 也有他的小的 short film 可以介绍，还不错。你要谁？只能两个人一组，最多不要三个人了。很快，所以哪一些被选掉，我要把它划掉。那个艾迪森，欧普拉跟艾迪森。好。所以 Opera 没有了。接下来他们就要抽了，然后那 Walt Disney 也没有了，对不对？确定哦。然后艾迪森也是。哪？你们要讲僵尸，林肯与僵尸，没有人选英国人，大家都选，没有，我不喜欢那个医生的，不管他是不是美国，莎士比亚，对，西西不是，莎士比亚是不是很讨厌那个圣马可多？莎士比亚，他最讨厌啥？那个很多剧可以讲。哎，你要帮我们分组对不对？还有他，我要选谁？我们要选谁？很快啊！那个粉红女，粉红女，看起来像一个万字包。不要真的，我也很喜欢粉红色。Please don't do that。我要剪子，对，把它剪出去是什么？喂。Shakespeare 以 Abraham Lincoln 是你们要是不是？好，Thomas Edison 是你们 ，Opera 是你们 ，Walt Disney， 然后剩下的都用抽的啦，我都全部抽英国，因为你都没有要报告，生气了，生气气。不是，因为我觉得，因为我现在上两节课，我觉得你们就是对于英国的概念非常的弱。我对美国也没有很强啊。其实我觉得不是，是台湾太 attach， 就太接太被美国文化影响蛮深的，就是日本的日韩美吧，还有中国，然后美国，就是欧洲好像是另外一个世界一样。OK， 好，所以呢，等一下呢还没有报，刚刚我们已经有。那个抽过签了吗？你们都抽到那个了，对不对？你们都抽的，所以等一下晚来的同学也是用抽的啊。好，那 presentation 呢？11到13周。11到13周报告，所以基本上这个课是没有期中考，期中考还是要来我会上课。11到13周有报告。我会再告诉你你是哪一组 ，OK？ 你是哪一周报告，好吗？不用怕，没什么好怕，根本没几组，搞不好两周就报告完了。好，所以等一下下一节课快要结束的时候，我们再把剩下的人跟完。Yes， try your best. I won't be picky about your English. It's okay.But your content has to be correct. 你的内容要正确。好，不要急，先不要急。
下。对，不要自己涂下的时候，哦，哇，我刚刚超爽的啦，所以在跟他喝咖啡哦。That's bullshit， 才不是骗我的。我要去迪士尼啊！你可以说我去过他的迪士尼乐园很多次，但也不能说我还在那边见过他。That's bullshit。好棒哦。All right。So I will do I will draw the lots later, okay? For those who hasn't been designated a key person for the presentation. The presentation should be week 11 to 13. We might finish it early, I don't know. 因为如果你们都两个人一组，其实也不过十组而已。如果十组的话，可能两周就解决了。Okay? 好，来，我要上课了。来 ，Chapter 1.I have a quick look of your question. 你们问的问题都大哉问。大哉问就是问我一个，就是有点像是哲学的问题。因为你不是说不能问那个？不能问废话。不能问 Google 的道理。对啊，原则上是不要问 Google 的道理。所以你们就问我大哉问哲学的问题，比如说为什么 religious has a universal impact， 然后就it's a big question 这样子。为什么？宗教有就是全球的这种影响，对，然后我就 OK， 觉得很有趣。没空了，我就往下了。OK，Sorry， 我在调整这个时间，因为有的时候内容很多，好吗？我今天也不一定可以 go to your questions， but we'll try。好来 ，So what's in America？What's in America？ 我打错了。所以美国人，你觉得你读到课本，他的定义是什么？什么是美国人 ？Who are they？ 你觉得现在的美国人是怎么样定义的 ？Nowadays， 有绿卡好像是有居留权，可是如果是美国人，好像要有绿卡是公民吗？可是有绿卡不等于有护照啊。社会身份证号码我也有啊。我是美国人啊，好像非洲。I got social security number too。我在念上那个以前在念学念书的时候有打工啊，然后打工他就会有一组 social security number。所以那并不代表，就像是不过台湾是如果你有身份证之后你就是台湾人，对不对？对。没有不简单，你想太多了，对。所以你觉得什么样是美国人？现在如何定义你是美国人？怎么样会成为美国人？好，现在你在美国出生就可以了，在美国出生。或是你的父母有一个是美国人，有一个有身份证。我觉得绿卡应该不是什么 ，because green card will expire， 你的绿卡是会过期，会过期。会啊。会。你的护照其实。对，你定期要回去。If you didn't go back to the state for a long time, your green card will expire. Okay, 所以我觉得应该是要用 passport 来定义吧。好，那你的课本上怎么定义？好，你看一下，还有 quick 第三页，快点。有一个法国人，他有一个很快的定义，对不对？记得吗？对，看他是谁。对啊 ，This French farmer published a book in London entitled "Letters from an American Farmer." Okay， 所以美国农夫的一封信。然后呢，他就问了一个问题，并且他自己回答。他说 ，What then is the American? Is this new man? 他是新的人，是新的人吗？是新的种人吗？他既不是欧洲人。也不是欧洲的后裔，他到底是谁，对不对 ？OK， 所以这前面呢，赶快就是 summarize 一下，他觉得美国人是哪种。现在呢，你以前学美国人会说他们是 melting pot， 叫做大熔炉，对吗？现在已经不叫他们大熔炉，叫他们 salad bowl， 叫做沙拉碗。为什么？大熔炉是讲所有不同的东西全部融在一起，变成像美国一样。可是 but you realize 他们其实并没有融啊。OK， 所以他们其实比较像是沙拉碗，就是所有的东西，小黄瓜还是小黄瓜，番茄是番茄，洋葱是洋葱，生菜是生菜，可他们都站在一个碗里，然后沾了一点 dressing。OK， 所以现在叫他们 salad。那你觉得美国人看起来要像什么样子？卷发？谁？啊，有一个很瘦的美国人吗？
因为明星都很瘦啊，应该回答我 slim 才对，因为美国明星大部分都瘦的、啊。他是接触人多。对啊，What do they look like？ 你觉得他们的外表有什么特征？就像我小娃娃的，都是白的。没有那么白的。眼睛的颜色不太一样，眼睛颜色不太一样。How about their skin color？ 有可以定义他们的皮肤颜色吗？没有办法，对不对？外表也很难，对不对？因为为什么？为什么会这样？为什么你没有办法从外表说，哎，你就是美国人？为什么？因为 a lot of immigrants， 因为他们有太多移民了，取得身份以后变成美国人。OK， 好 ，So that's a quick overview。再来 ，the first settlement， 在 Newland， 我往下哦。好嘞 ，Newland 呢，他讲了这个是新大陆，对不对？所以他说有两股很大的。势力一进来，第一个势力呢是25000年以前西伯利亚人。OK， 西伯利亚是现在哪里？你知道吗？对，是俄罗斯那边，所以他们逃难逃过去了。OK， 然后就从我看从哪里啊？俄罗斯要过去，应该会先到阿拉斯加，就比较北方那边刚过去。OK， 所以先去那边逃难的。这一些人，他们还蛮原始的，没有什么文明可言。OK， 那第二个呢 ？Immigration， 第二群的移民呢是谁？是谁？我写了，快点，是这里啊 ，Expansion of Europe， 所以是欧洲的人去扩展。有一阵子，他们很喜欢在海上，然后探索新大陆，有没有？对，好了，第一个是谁啊？哥伦布的，他什么人啊？哥伦布的确是西班牙人。我去那个巴塞隆纳，我去巴塞隆纳的时候，就现在要闹独立的那个叫卡塔罗尼亚，他现在要闹独立，新闻有没有看啊？对，加泰罗尼亚，他就是在那个巴塞隆纳那一区 ，OK， 他就觉得说我跟西班牙人不一样，哈，这是 another story。好 ，anyway。就是 Columbus， 是哥伦布，他呢得到西班牙皇后还有国王的支持，所以他就去探索，对不对？然后他经过哪里嘞？他没有成功，对不对？但他在哪里？巴哈马 Island in the Caribbean Sea， 所以他到巴哈马群岛，在加勒比海上的巴哈马群岛，然后发现了新世界，对吧？对吧？对吧？1942年，你知道我在哪里吗？在世界下面。我发现我刚带你们读书，这样好吗？啊，1942年，所以哥伦布先。再来还有另外一个人，你可能不知道，他就是 John Cabot。哦 ，John Cabot 他是什么人？他是 Italian sailor， 他是意大利的水手，可是他谁支持他去探索新世界？是英国的国王探索他去新世界 ，OK？ 好 ，John Cabot 他发现的地方是哪里啊？他 arrive 在哪里？倒数第五行 ，arrive in 第五页上面倒数第五行 ，arrive in today's 对，他发现是加拿大那边。你脑袋你看很快。OK， 所以他发现是加拿大的人。John Cabot 呢，他还蛮有名的。我那个城市就有用他名字建造的一个塔，叫做 Cabot Tower。OK， 我觉得他还蛮有名的。我其实都不知道，直到我看这边，哦，原来我们的那个 John Cabot 就是这个探索的 John Cabot， 只是你的历史课本都没有写而已。我也不知道，我知道看到这里才知道。OK， 好。再来，所以 Newland 呢有两股赛从的，第一个呢是那个西伯利亚人 ，OK， 他们从阿拉斯加那边过去到美国 ，OK， 阿拉斯加在哪里？自己 Google。第二个 settlement 是 expansion of Europe， 是欧洲的扩张，有一阵子喜欢海上冒险，那个时候的强权，海上的强权就是 Spanish and English， 就是他们两股人 ，OK， 所以西班牙人先走了。先去哥伦布去探索的，然后接下来是 John Cabot， 你不知道没有听过的名字，有英国王的支持，他也去探索了美洲，
会发生什么压力。再来 Europe's influence to Americans， OK， 有关于英国，不对，有关于欧洲对于美国的影响，这边还蛮多的。讲到哪里啊？这边有两页。OK， 你的课本上面的 title 在第五页了，它叫做 Europe in the 16th and 17th century， 所以在16、17世纪的欧洲。OK， 好，那我们要讲什么？第一个，它对美国的影响是什么？资本主义的发展 ，capitalism。OK， 你知道什么是资本主义吗？知道。我们现在就是。资本主义 ，OK， 我们可以有自己的那个 property，OK，、okay? 不是所有东西都是国家掌控 ，OK， 所以因为可以自己有这样子的能力，所以就有两种阶级产生了，一个字是 B 开头的 ，burgess， 是吗？我看一下 ，burgess 是吗？中产阶级的，跟 working class。OK， 以前在欧洲其实就是只有贵族跟普通人 ，All right， 但是因为资本主义的发展，所以就有中间，就是中产阶级就出现了。中产阶级其实大部分的父母应该都是中产阶级啊 ，OK， 没有真的是纯工人的，就是 working class。OK， 好，所以这个呢，你后来带到美国了，其实你应该感觉出来，美国就是一个很资本主义的国家啊。资本主义的，那共产党那个宣言就是我们要打败万恶资本主义。OK， 所以他们真的是常常被很深的影响的。接下来下一个是 The Renaissance， OK， 在你温讲第二段喽 ，Chapter Two， 啊，不，那个 Para Two， 在第二段喽。第二股重要的影响力呢是 The Renaissance。Renaissance 这个字你一定要会，你不会拼没有关系，但你看到它你要知道，哦，文艺复兴 ，OK， 要知道哦 ，OK， 好。在文艺复兴之前哦，其实他们都是很敬神的。OK， 宗教对他们的影响非常非常大。直到文艺复兴，他们开始追求科学，他们觉得科学可以带给我们更多东西。OK， 所以建筑、绘画、艺术都越来越蓬勃发展。OK， 所以 God is challenged， 这神啊，这个神的角色是被挑战的。OK， 因为呢，他们。更推崇说自然还有科学的发展是什么？因为以前都是神说的是什么，神说的是什么。可是到文艺复兴的时候，他们发现说，其实世界上是有科学的、啊。因为以前的人都觉得，以前的人都觉得决定让你有意志的东西是你的心。可是后来文艺复兴的时候，因为科学发展，才发现说让你有意志的东西是你的脑。All right， 还有以前大家也觉得地球是平的。OK， 有些人甚至有科学家觉得地球是方的，直到有一个人忘记是谁，他发现远远的船来，会先看到船的上面，然后再慢慢看到整个船，所以他才发现说地球是圆的，不是平的。如果是平的，再远我都看得见吗 ？OK， 所以是不一样。Right， 好，所以第二股影响美国的势力就是文艺复兴。OK， 神的角色被挑战了，然后他们越来越开始注重科学。好，接下来往后翻是宗教改革，是第三个影响他们的势力，就是宗教改革。宗教改革有一些重要的人，第一个你知道吧？对，他叫马丁路德。然后呢，马丁路德你想到是什么？哎，不是那一个啦，那是 Martin Luther King， 他不一样 ，OK？ 你把他搞混了。好，马丁路德他是就是宗教改革的。宗教改革家对不对？他不是卖，他讲的是什么？他觉得他为什么要宗教改革？为什么要宗教改革？他觉得有一件事情他做错了。我们看哪里？看，已经到第六页喽，一二三四五，第五行 ，He argued that。有看到吗 ？He argued that Pope had no right to sell indulgence for the remission of sins。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对，他觉得教宗并没有不可以贩卖赎罪券，然后去洗刷人的罪啊。
OK， 他觉得其实直接跟，他觉得有罪的人不用买券，他应该是透过做好事。我明白不会，对啊，他是说透过做好事，然后并不是透过那个教宗或者是什么，并不是透过教宗或者是教堂啊。OK， 你绝对你完全的信仰 Jesus Christ， 就是基督完全的信仰才会得到救赎。OK， 所以这是他宗教改革的原因之原因最大的原因之一，因为教廷还是教宗开始卖赎罪券，他觉得这是不对的。第二个，这个没提到的。Calvinism， 叫做克尔文主义，有看到吗？再往下有个黑体字 ，OK， 好，好，所以他，我看看，我跟你们一起，他就是 many followers in England， OK， 他在英国有很多 follower，为什么会有克尔文主义啊？就是起身，你有没有看到 King Henry VIII？ 有看到吗？看我们大图，哎，没有哎，等一下就有了，哎，等一下你就知道为什么搞这个。好，克文主义为什么是这？为什么它？看一下，克文主义翻译，好，克文主义呢，它主要是主张教义应该要回归于圣经，因为以前啊，圣经没有很多人可以读懂。所以很多圣经的解读都是靠着是神父来解读的，然后觉得这样是不对的，我们应该教义要回归于圣经，而不是靠人来解读的。OK， 好，宗教改革这是第二步，你需要知道。接下来宗教改革是我们很有名的 Henry VIII， 应该有看过他的故事吧？唉，唉，有一个电影叫做《女人心机》哦。没有看过，其他不是，就是那个谁啊，娜塔莉波曼演的啊，娜塔莉波曼。爱了多久？我讨厌你。哦，他的名字，那个电影的名字叫做 Anne Boleyn。对，亨利八世，我看看，我刚刚我有介绍他吧？哦，等一下会介绍他。好，亨利八世他有六个妻子。那他妻子的命运都很多舛啊，就是离婚被砍头死掉，离婚被砍头，怎么死啊？这个啊，这是他第一任，他有六个妻子，都是有来源的。第一个妻子呢是 Catherine of Arden， 这个妻子是他从他哥哥那里继承来的，他并不爱他，他并不爱他，但是因为呢他是西班牙人。OK， 当初他跟他结盟是政治的原因，他哥哥死了，他继承王位，他就继承他的太太。啊、真的，他继承他的太太，因为要跟当时的强权西班牙维持好的关系。OK， 但他并不爱他，而且他不生小孩，他没有帮他生，他只帮他生了一个女儿，他没有帮他生儿子。OK。然后呢，他想要跟他离婚，可是当初的天主教呢是禁止离婚这件事情。OK， 他是不是说天主教 no， 你不可以，可以啊，就 under the table， OK， 就 under the table。好，所以呢，他认识 Anne Boleyn， Anne Boleyn 她是一个很有心机的女孩，至少在电影里面是这样演的。她就是，对，就是她跟国王说。你可以拥有我，直到你把我当成，直到我是皇后，你就可以拥有我了。所以他才想尽办法跟他离婚，甚至不惜跟教廷、跟罗马的教廷断绝关系。他自己成立他自己的教，叫做 Church of England， 英国国教。OK， 好，等一下我回来看一下哦。好，所以他成立了英国国教，但是英国国教呢，其实。因为资本主义的开头，然后这个 Protestants， OK， 就是基督新教的接受度变高了。以前天主教，其实你看基督教频道，我不知道你分不分明白，我一直要长得很大的分别来。你说你去天主教的教堂，不就是很华丽的雕刻，有圣的，很漂亮的玻璃，
还会播的。OK， 那个就是天主教的。你说我去基督教的教堂，他很单纯，他没有那些有的没有的。OK， 所以这是大概可以分。对基督新教的接受不高，因为他们觉得说，我就跟我的宗教就是跟神保持关系啊，我干嘛去拜圣人？我为什么要做这些这么 fancy 的事情？ OK， 我只要跟神好就好了。我跟神的关系才是真的，其他都是假的。OK， 基督教是这样，天主教不是。其实你到现在你也发现啊，如果今天呢，你有一个基督教的朋友，他其实是很简单的，他就是我讲那个基督教跟天主教的祭拜仪式好了。我不知道你家有没有死过人啊？对不起，老师讲错话。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参加过你长辈的丧礼。然后如果说对不起，老师讲错话，不要生气，对不起。所以如果你们家，所以你们家的中那个丧礼的仪式是怎么办？就办了嘛。那婚结婚要办的？没有，有办桌的哦。有喜丧的。老板，是，我就分的是不一样的。好，所以大部分的人家里都是用那种传统中国古礼吗？就是要念经啊，要拜拜啊，然后要跪啊，对不对？好，如果今天呢，你是一个基督徒，然后你们家有人过世了，他是基督徒，你要追求基督的那个丧礼仪式，其实是很简单的，我们不跪也不拜。然后我们最后就是跟他做一场告别式，做一个像一个弥撒一样，他把他棺木放在那个中间，然后我们在旁边会有牧师讲圣经的故事，然后就是安抚我们的心灵，这样子就这样，基督教就这样就没了。而且我们相信人死了就是死了，他是走了，就是这样的，就很简单，基督徒很简单，可是天主就不是。很疯狂，他怎么了？他去。对啊，他是对于他的那个啊。他还会很正常啊。以前我在国外的时候，有免费吃的喝的都是教堂提供的。好，那如果今天是天主教，他就没有过，他就不一样了。他也要跪，也要拜。OK， 他也有。要告别式，然后也有什么什么牌位啊，有一个十字架，弄个花圈这样子 ，OK， 所以仪式是不太一样的。所以相对起来，基督新教其实是比较简单的。他就是跟他觉得他这样简单单做，跟神比较贴近，他不需要做这么多东西。All right， 好，所以这些是欧洲发生的三件大事情对于美国的影响：资本主义的发展 ，Renaissance 文艺复兴。还有宗教改革 ，religious reformation，right？ 对于美国的影响。好，我往下喽，再来 settlement in Virginia。OK，Virginia 它是在美国西部的一个镇，一个州啦，但是都是之后命名的。我等会给你看美国地图就知道了。OK， 好，讲到哪呢？我来看看，有没有人去愿意去当人工，然后去耕种啊，或者有的没有的 ？OK， 好。接下来，所以当他们掏心觉得 OK， 我们可以，我们 settle down， 但他们并没有有食物，然后也没有人愿意做事，所以其实是没有成功的。All right， 好，接下来第二批人一样也是从 London Company 他们发的，他们 send 出去的人。OK， 好，那这边有一个 captain 叫做 John Smith， OK， 约翰史密斯，他是领头的人。那他到了以后呢，他就颁布了一个命令，说大家都要工作，没有人可以偷懒，大家都要工作 ，OK？ 然后他就开始种烟草 ，tobacco， 烟草 ，OK？ 然后呢，当初在那边呢也有印第安人，就是他们的原住民，他就跟他们的公主结婚。所以才会有 Pocahontas 的故事叫空中奇缘 ，OK？ 所以他做了两件事 ，John， 我是拿错名字，谁 ？Pocahontas， 我念错了吗 ？Pocahontas，they grew tobacco， 他们来种植烟草带来经济，同时因为以前印第安人
就是当其实很正常啊，就是如果有一个人他如果有一个外族侵犯到你的你本来的土地，然后开始拿你的土地种别的东西，你也会很 happy 啊，对不对？那就揍他，有没有？会反抗啊。所以他为了避免这个印第安人来搞乱，所以他就娶了印第安的公主。谢谢，在这里面我忘记了。其实应该是对于如果是原住，继续原住民而言，应该不这么小声。你没有看到这个电影，好，我们来看吧。其他的，我可以看其他的。好，我们来看这个。You think I'm an ignorant savage, and you've been so many places.I guess it must be so, but still I cannot see if the savage one is me. How can there be so much that you don't know? You don't know. You think you own whatever land you land on. The earth is just a dead thing you can claim. But I know every rock and tree and creature has a life, has a spirit, has a name. You think the only people who are people are the people who look and think like you. But if you walk the footsteps of a strangerYou'll learn things you never knew, you never knew. Have you ever heard the wolf cry to the blue corn moon? Or ask the grinning bobcat why he grinned? Can you sing with all the voices of the mountain? Can you paint with all the colors of the wind? Can you paint with all the colors of the wind?Come run the hidden pine trails of the forest. Come taste the sun-sweet berries of the earth. Come roll in all the riches all around you. And for once, never wonder what they're worth. The rainstorm and the river are my brothers. The heron and the otter are my friends. And we are all connected to each other.In a circle, in a hoop that never ends. How high does the sycamore grow? If you cut it down, then you'll never know. And you'll never hear the wolf cry to the blue corn moon. For whether we are white or copper skinned, we need to sing with all the voices of the mountain.Need to paint with all the colors of the wind. You can own the earth and still all you'll own is earth until you can paint with all the colors of the wind. 所以那个时候迪士尼写的这个词，你如果回家看，那还蛮有深意，对不对？他们就觉得印第安人就是 savages， OK， 是野蛮人，但其实他们应该并不是吧？你看过那个啊？你没有看过这个？你看过那个叫什么？蓝色的那个人？不是，大大只的。对，你看吗？是你回答的。对。你有在上课？他是来录影的。蓝色的，对啊，你看那个，他们主要去拿解药，对不对？不是拿解药，他们要去拆采一个矿石。哦，阿凡达，不是蓝色小精灵 Skirt 吗？所以你看，他们去找阿凡达，他们在那是纳美人，然后在什么星啊？潘朵拉哦，还是？
好，不知道，反正他们去那边，他们也觉得那些蓝蓝的人是猴子啊，对吧？野蛮人啊，他们觉得他们是野蛮人。可是真的，你的故事换到另外一个角度的时候，换到阿凡达不是阿凡达纳美人的角度的时候，其实并不是啊，好吗？所以当初侵略的人，这些 the second settlement 这些人，他们一定也是觉得说，你就是土著嘛。你怎么什么都不懂？但其实他们应该有他们的生活智慧，只是跟我们不一样。OK， 好 ，Let's take a quick break， 好吗？11:30回来吧。我今天又要上不完的 GG， 现在20分，11:20 ，take a break。好，好，在哪儿呢？我们来看看，我刚刚讲哪里 ？Settlement in Virginia， 哎，什么？对。好，来，好，往下咯，我们在第八页。好，第八页呢，其实就两个重点，我会帮你 summarize， 就是 the first meeting of the elected legislature。所以呢，当他们，哎，你们好快啊，下班了，我没有听到那个，我刚刚没点。好，来，所以呢，第二群到达的人，就是他们种了烟草带来经济，然后蒙混带来土地，对不对？接下来就要管理这块土地了嘛，所以呢，他们就有那个现在美国立法的雏形，就是采这种代表制。OK， so the first meeting of the elected legislature 就是那个时候有的，所以当众是这个立法，就是不是每个人都投票，而是选代表，然后 meeting。然后聚会，然后来投票，所以这是立法的雏形。接下来呢，我们知道美国有黑奴的问题，以前嘛，那现在就是有那个，我们不能讲黑人问题，我觉得这样好坏，因为白人也有白人的问题啊，你知道吗？就是有肤色的问题 ，OK？ 所以从这个时候开始，就是呢，这个是谁带来的？我看 ，A Dutch ship brought in over 20 Negroes， right？ 所以呢。第二个部分，它就是要讲述这个黑奴，它是由荷兰人的船带来的 Negro， 所以 Negro 这个字你要很小心的使用，只有黑人能讲自己是 Negro， 你千万不能说他是 Negro，Alright， 要很小心。就对啊，因为那是很鄙视他的意思 ，OK， 要小心。好，那其实呢，这边有一个是蛮吊诡的，其实你看下来，你会知道说这些移民的人是他是想要自由的。某种程度上，他想要去新大陆发展新的东西，可是，在他们要追求自由的同时，他们却把黑人、非洲的黑人当成奴隶，所以他们对于自由的定义是混乱的。OK， 这是他们这样写的，不是我说的。好，接下来我要讲清教徒 （Puritan）。好，在讲清教徒之前，先讲一个好不好？就是有关于这个亨利的故事，啊，我说亨利啊，他为什么要成立英国国教？是因为他很想要跟他第一个太太离婚，可是罗马教廷说 no， 你不可以 ，OK？ 因为在天主教的教义里是不行的，所以他为了要跟他第二个心爱的女人 Anne Boleyn 结婚呢，他就是跟这个教廷断绝了关系，也跟他结婚。好，这是他六个太太，他六个太太命运都很多舛嘛 ，OK？ 我讲的你就会记得，离婚、砍头、病死、离婚。老头，他活下来了，因为他死了。OK， 最后这个人活下来了，因为他死掉了。The king's dead, right？ 好，所以我说第一个太太呢 ，Catherine of Aragon， 她是继承他哥哥的妻子。OK， 他给他生了一个女儿。砍头还没讲啊，刚回来讲。好，砍头是怎么回事呢？为什么他要砍他的头？当初他就跟国王说。说你可以拥有我的全部，直到你把我当成皇后。I want to be the queen of England. OK， 好，所以呢，他就被迫了跟这个教廷断绝关系，为了跟他第一任妻子分手。那他呢，就给他生了孩子。第一个孩子，因为前妻没生男的嘛，他就很想要男生。那时候的传位就是传给男生的 ，OK？ 前妻没有生男的，所以他就一直寄望他生孩子。而他生的第一个孩子叫做 Elizabeth， 就是后来的伊丽莎白女王。一世，现在是二世。伊丽莎白女王她后期非常重要，她那个时候可以是统领海上霸权的人，也有电影可以看。Alright， 好，她生了一个女儿伊丽莎白，那国王就不满意啊 ，No， 对，你要生儿子给我。可是因为后来她跟
这个 Amber Lee 跟他的关跟亨利八世的关系并不好，所以常常很紧张，心情不好。有一次呢，国王去打猎的时候受伤了，然后 Amber Lee 他也受惊了，所以他就是流产了一个15周的婴儿，听说是个男孩。15周就是小小的吧，15周应该有，15周其实都有7-8公分的，是看得出来的。看得出来，15周看得出来，生出来流产啊，流产流出来一个啊，对啊，听说是个男孩。那国王就想说，反正你没有办法生了嘛，你没有办法生了，那我就判你叛国吧，因为那时候他已经爱上第三个人了 ，Jane Seymour。你爱上他，那他就砍他的头。OK， 所以后面的妻子大概说：“哎，这个嗝屁了嘛，这个病死了。”N.C. 王后来生病死掉了，然后所以又娶了这个。这个人呢也不是很喜欢他。OK，End of Will， 他不喜欢他，然后再砍头。所以他的命运就是这样子的。他是很多情的人，你可以看电影，我觉得讲的还蛮好。反正亨利八世，英国人只要听到亨利八世说，哦，就是那个很多太太，你要听到他就是讲这样，我觉得很有趣。好，所以亨利八世这边来，清教徒 New England， OK， 就是问题为什么会有清教徒？清教徒觉得说，你亨利八世创了英国国教，可是你的教义跟罗马教廷无异啊，又没有差啊， OK， 所以为什么他们叫 Puritan？ 因为他们要Purify 就是让它净化的意思 ，OK？ So purify the church so they get the name 清教徒。他想要让这教廷就是变成说，因为我们叫做国教，当然跟天主教一样 ，OK？ 我要 purify， 我要净化这个地方，所以我叫清教徒 ，OK？ 本来有一个 task 要给你们，清教徒、天主教什么不同，来不及讲，跳过吧。好 ，Puritan， 他们就是那个 Mayflower。那个五月花号，不是卫生纸哦，是五月花号，是五月花号 ，OK。对，五月花号跟感恩节有关，而且感恩节这个节日是只有美国才有，英国没有。不会啊，那他就是给他一个火鸡啊，哈，所以五月花号带这个清教徒到了英国 ，OK， 那。清教徒现在其实已经完全不存在了 ，OK？ 因为环境跟人口的移动，所以他们就散居各地，所以没有人说自己是清教徒了。可是他们有流传两个很重要的东西，一个是他们对于因为清教徒，所以他们觉得说我信神，然后我跟神，我信的神是最纯的，所以他们会觉得，等一下哦，我信什么我觉得最纯，所以如果你犯了教义。我就要很严惩你 ，OK？ 他们例如说什么偷窃啊、奸淫啊，我就一定要严惩你。然后接下来他们留下来另外一个，也是对美国人民的个性很有影响，就是这个 individualism， 他们的个人主义。然后他们很认真工作，还有教育对他们的影响。所以这个是清教徒留下来对于美国人的一些个性的影响。OK， 好，接下来。Catholic Maryland， 好，这边有一个 Lord Baltimore 的故事。好，巴尔的摩你一定听过吧？马里兰听过吧？好来，我要讲，其实呢，这个 Lord Baltimore 他其实是怎么讲啊？我先这样讲哈 ，Maryland 它是美国的一个州。他每一个州都会有个州的首府 ，OK？ 马里兰州 Maryland 就是马里兰州，每个州都会有个首府。马里兰州的首府就叫巴尔的摩 ，OK？ 所以你可以看到说这个 Lord Baltimore 他的故事你自己读，我不跟你讲 ，OK？ 所以我真的跟你讲，他一定很重要，不然这个首府不会命名他 ，OK？ 好，所以重要哪里重要自己那个。自己读 ，OK。好，那他推行的有一个政令很重要，叫做 Federal Experimental Plan，OK，、okay? 是有关于就叫什么联邦试验计划吧 ，OK。他这个计划主要呢是在土地的划分 ，OK。他说绅士有土地，然后 Freeholder 是地主也有土地，但是他们对于土地的那个措施是不一样的。那我来看看，好。那他推这个计划主要是希望有更多 settler， 希望有更多移民，然后能够定居在他的土地上。OK，
那他这样划分嘛，绅士有土地，地主有土地，那他们都必须要，然后领主 lords 跟 freeholder 都必须要 pay rent， 要付税 ，OK， 要付租税。为什么这个计划失败？帮我找第十二页，倒数第二四六八第八行，他说 because Protestant majority were capitalistic minded people and refused to carry out the federal plan.And because wilderness of North America provide plenty of land while labor were sparse. Okay, 这计划为什么失败有两个原因。第一个，清教徒他其实还蛮资本主义的， okay? 所以他不愿意去付这个，不愿意去实行他这个联邦计划。接下来，北美还有很多荒地，可是人手不够。所以当他在他的 Maryland 分封土地的时候，有更多荒地在外面啊，我干嘛来这边跟你用你的地，然后还要付税，当然不会成功。OK， 所以失败的原因是这两个。好，我讲超快了，来十三喽，第十三页的 Quaker Pennsylvania， 你要知道吧，是哪一州啊？宾夕法尼亚州，有听过吗？宾州。你们这些人好，我这个给你中文啦，因为我其实我在英国听过 Quaker 这个字，然后它是一个宗教，可是我其实对它不是很明白，我之前没有学过，所以我就是稍微 Wikipedia 一下 ，OK 啊，对，我就直接告诉你，我是 Wikipedia 来的。好，那这边他就讲，他说这个宗教呢 ，Quakerism， 它是创立于17世纪的英国 ，OK？ 为什么会得到这个名字？因为他们呢觉得说听到上那个他们的领袖听到上帝的话会发抖，所以就用 Quaker 战斗者的意思 ，OK？ 而得名。那这个派呢，他反对任何形式的暴力，然后也不会尊称别人，任何人对于他们而言就是 brothers and sisters，OK？、Okay? 在这里。人们要像兄弟姐一样，主张和平，还有宗教自由，然后反对奴隶制。所以对于他们而言，他们这个想法对于后来南北战争废除奴隶的思想有重要的作用。哎，好，这个就大概 summarize 第十三页哦，全部哦。哎，好，再来。对啊，我找到这个贵格，你知道贵格吧？我知道。但是你没想到这个跟那个，对不对？他就是他们。那他们都是燕麦的。他不是说都是燕麦，就是都长这个样子啦，就是戴个帽，然后留头发这样。早期如果你去看美国，他那些什么有谁啊？早期不用看美剧，看相片就有。我们找相片给你。他早期有一些美国很重要的人，他就是穿着这样，他就是贵格的 ，OK。好，他要做一个 Holy Experiment，OK、okay?。From his， 我要看什么？哦，对，好，所以他的神圣 Holy Experiment 神圣的措施的实验是什么 ？OK， 他追求宗教自由 ，OK。而且对于土地，他没有管那么严，他是 easy term， 只要有土地就去耕吧 ，OK。然后他们也是那个 the ideal salad the melting pot， 他们觉得因为大家是兄弟姐妹，我们应该融合在一起 ，OK？ 所以这个 melting pot 大熔炉的概念是从他们而起来的。但是我跟你说，其实现在不会再讲他们 melting pot， 因为他们没有 melt， 他们没有，比如说白人跟黑人在一起，并没有都变成了巧克力色啦，有没有？他们还是自己是自己啊。但是他们都在同一个碗里沾着同样口味的沙拉，叫做美国沙拉酱，跟你开玩笑的 ，OK？ 但现在就叫他们 salad， 大概十几年前就开始叫他们沙拉。我是希望你记得，因为现在不会说大美国是大熔炉，他们没有熔，他们真心没熔，连美国人自己都说我们没有熔啊。好。这个 Holy Experiment 有四点很重要：一是宗教自由，二是对于土地它没有管制这么严。接下来是 the idea of melting pot， OK？ 对于他们民族是大熔炉的概念。最后一个其实我觉得蛮重要，是 the separation of state and church。为什么这点很重要？以前欧洲的国家都是政教合一，
都是政教合一的，就是，所以英国国王才会不高兴，因为觉得说我虽然是国王，为什么要听你罗马教廷 ？OK， 他也不高兴，所以他成立英国国教，他自己是最高的领导，英国国教最高的领导人，同时也是国王，所以这个是政教合一。但是他是推我不要政教合一 ，OK， 所以这个对于美国后来的发展也是很有影响。好，接下来我快讲完嘞，开心。耶、yeah. ！好，接下来我要讲的是 American Revolution， 就是这个美国的这个独立的战争。Okay, 我给你看个影片你就知道了。这影片很快，等我哟。那人来好少，没有来的人我是不是可以自己把它分组？不用啊。哦，对，我不要分组，不要理他。有加分吗？早来的我打过就有加分了。嗯，我认真有加分哦。Yeah. 哦，这是一个 tag， 等我一下。很短的啊，等一下哦，它可以设定好好玩。好，所以这个在讲 Boston Tea Party 之后的故事，其实就是在 review 这个 American Revolution。他的美国独立的起因就是有这个波士顿茶党嘛 ，OK， 你等下听他的故事你就知道了。Boston Tea Party 在我念书的城市，它是一间很有名的咖啡店，这个 Boston Tea Party。好，念一下吧，应该有中文字。You've probably heard of the Boston Tea Party, something about a bunch of angry colonists dressed as Native Americans throwing chests of tea through the water.But the story is far more complicated, full of imperial intrigue, corporate crisis, smuggling, and the grassroots origins of the American Revolution. The first thing you need to know about tea in the 1700s is that it was really, really popular. In England, each man, woman, and child consumed almost 300 cups of the stuff every year. And since the English colonized America, Americans were crazy about tea too. By the 1760s, they were drinking over 1 million pounds of tea every year.So, when Britain wanted to increase taxes on tea in America, people were not happy, mostly because they had no say in tax decisions made in London. Remember that famous phrase, no taxation without representation? The American colonists had long believed that they were not subject to taxes imposed by legislature in which they lacked representation. In fact, rather than paying the taxes, they simply dodged the tax collectors. Since the East Coast of America is hundreds of miles long and British enforcement was lax,About 3/4 of the tea Americans were drinking was smuggled in, usually from Holland. But the British insisted that Parliament did have the authority to tax the colonists, especially after Britain went deeply into debt fighting the French in the Seven Years' War. To close the budget gap, London looked to Americans, and in 1767 imposed new taxes on a variety of imports, including the Americans' beloved tea.America's response? No thanks. They boycotted the importation of tea from Britain, and instead brewed their own.After a new bunch of British customs commissioners cried to London for troops to help with tax enforcement, things got so heated that the redcoats fired on a mob in Boston while killing several people in what was soon called the Boston Massacre. Under the terms of the 1773 Tea Act, Parliament cooked up a new strategy. Now the East India Company would sell the surplus tea directly through hand-picked consignees in America.This would lower the price to consumers, making British tea competitive with the smuggled variety while retaining some of the taxes. But the colonists saw through the British ploy and cried, monopoly. Now it's a cold and rainy December 16th, 1773. About 5,000 Bostonians are crowded into the Old South Meeting House, waiting to hear whether new shipments of tea that arrived down the harbor will be unloaded for sale. When the captain of one of the ships reported that he could not leave with his cargo on board, Sam Adams rose to shout, This meeting can do no more to save the country. Cries of, Boston Harbor at teapot tonight, rang out from the crowd.And about 50 men, some apparently dressed as Native Americans, marched down to Griffin's Wharf, stormed aboard three ships, and threw 340 tea chests overboard. An infuriated British government responded with the so-called Coercive Acts of 1774, which, among other things, closed the port of Boston until the locals compensated the East India Company for the tea. That never happened.Representatives of the colonies gathered in Philadelphia to consider how best to respond to continued British oppression. This first Continental Congress supported destruction of the tea, pledged to support a continued boycott,
and went home in late October 1774, even more united in their determination to protect their rights and liberties. The Boston Tea Party began a chain reaction that led with little pause to the Declaration of Independence and a bloody rebellion, after which the new nation was free to drink its tea, more or less, in peace. Okay, 好，所以 this is a short story, okay? 大概讲了一下波士顿茶党到底怎么一回事，所以有讲到英法战争中英国很穷嘛，战争很花钱的 ，okay? 那是加重课税，然后就是有波士顿 Tea Party，okay? 把那个这个党的名称课本上有写 Griffin 吧，现在已经没有在用了。突然就找到了哪里 ？okay? 把这个茶呢倒在这个党里面 ，alright? 好。然后呢，美国就是有一些代表就聚集在一起，就是说 the first， 所以你帮我看中间这一段的中间有一个 First Continental Congress， 有看到吗 ？September 上面是 in September 1774 the First Continental Congress， OK， 第一个大陆会议呢就。聚集了 ，OK， 然后反对英国人对于殖民地的镇压，然后在 Philadelphia 是费城的首都啦 ，OK。好，接下来往下一段，1775年，第二个 Continental Congress， 第二次大陆会议聚集也是在 Philadelphia。The colonies 就是殖民地，对不对？应该要有权变成 free and independent states， 独立且自由的州，可以吗？所以就有一些重要的人啦 ，Thomas Jefferson 啊，还有谁啊？Benjamin Franklin, okay, so they just 起草了 they drafted the Declaration of Independence, okay, 然后呢，并且通过它在 July 4th, 1776, okay, 所以1776年7月4号是他们的独立纪念日。你有没有看过一个电影叫做？那电影中文叫什么？不是，就是有，就是叫什么啊？独立纪念日吗？不是，就是有威尔史密斯，他最近出了第二集。对，20年前出了第一集，就是有威尔史密斯很帅，开着飞船，然后到外太空去打外星人。ID4。对，但是他中文叫什么名字啊？星际摩托。不是。很长的。很长，是不是？他的英文名字就叫做 Independence Day， 就是在讲星际重生，不是这个啦，一定不是。哎呦 ，I hate you guys， 你们不是跟我 ，You're not on the same page， 你们不是跟我同一个那个。没关系，我们至少摄影师跟你是同一个。对啊，哦、我真的很爱他，他很好听课哎，真的是。你说课本呢？他 ID 后面就写星际重生啊。不是星际重生 ，Independence Day， 然后 movie， hold on， 我真的是被人气死。不是星际重生啦，哎，星际终结者啦，这里，他为什么叫终结者？是1996。我就是在讲这个电影啊，你们还没生是不是？他在讲老的，我在讲，我还没生。啊，1996的，我在讲那个 ID4， 那时候叫做《星际终结者》，但其实它的中文、英文的片名是斗不起来的啦。它其实就在讲他们 Independence Day， 对于他们而言是很重要的一天，所以才有这个片名。OK， 好，美国人国庆通常都在干什么？吃 BBQ 啊，放烟火啊 ，OK， 他们都是做这个活动的。BBQ， 应该不是吧 ？OK， 好。我还要讲最后一段，在17页的最下面，他说 ：“The War of Independence come to an end in 1781 with victory of North America。”所以他们后来有独立战争，后来美国赢了。然后在巴黎协议中的 Treaty of Paris was signed in 1783。OK， 1783年，英国人在这个巴黎协议里面就是承认说，对了，美国独立了。OK， 好，那个时候独立其实是北美13州，我要给你看是哪13州。来，这是美国的地图。OK， 我们刚刚有讨论到一些地名，我不知道你记不记得 Pennsylvania， 知道吗？惠格 Pennsylvania 这里。
还有一个是什么 ？Settlement in Virginia， Virginia 这边还有一个 West Virginia 这里 ，OK， 还有一个 Maryland， 记得吗？马里兰州，它的首都是 Baltimore， 巴尔的摩在这儿。OK， 这些都是后来分裂出来的啦。对，它很小，可是它还蛮重要的。All right， 好，你知道，你还要知道什么？所以这是美国的地图，哪里？嗯。淡蓝色 ，Ohio，Ohio，Ohio Columbus，OK，、okay, 哥伦布，对啊，这是美国的地图，我把它 shrink， 我把它放大了，不然你看不到。OK， 所以现在大概是这样，阿拉斯加不是在这边啊，它在那上面，可是每次都把它放在这边 ，OK， 因为它没有跟美，它没有跟美国领土在一起，还有夏威夷也没有，所以它才这样，但他们各自都是一个州 ，OK。好，那以前北美十大州就在这边，所以如果说你去美东玩，美东东东西不用我教你吧。如果你去美东玩，它的游玩重点就是它的政治还有历史。游玩重点，政治怎么玩？你会去看它签独立宣言的地方，你会它有一个独立州，你会去看，你会去费城看到这些东西。OK， 那美东后来还有纽约啦。纽约在哪儿啊？纽约应该在上面。上面。哦，这里。然后纽约那个，你知道的 ，New York City 在这边，短短的这里。OK。它在这里，它在这边。所以你如果去美东旅行，你就是看它的政治、经济还有文化中心。为什么会有政治中心哦？这边课本没有讲，因为白宫也在美东，华府对。它是一个特别的一个独立的一个行政区，它不属于任何的州，它是在三个州的夹击，但是我忘记是哪三个了 ，Pennsylvania， 然后 Maryland， 还有一个小州中间的夹击，一个小小块的地方是华府所在地 ，OK， 所以你去美东玩就看这些。那台湾旅行团常常就是美东跟美西啊，美西就看什么？加州风景哦，风景大峡谷啊，有没有？大峡谷还有优胜美地啊什么？之后如果我们有机会，我会讲到。OK， 好 ，discussion 还有时间吗？只剩十分钟了。要，又没有时间。我想分组，就是马上分组，就是讨论。那就现在分啊。好。我底大了。来，刚刚没有分到九举手。哦，我。你有分吗？我一组，一个人一组啊。可以一个人一组啊。他是说那个。他是说报告，我以为是讨论那个问题。没有，来，好，分组刚刚有同学分到了 ，OK， 好。我们分组要一到两人一组，所以刚刚签名在这边。啊，剩下的同学你们先讨论一下，你们要一到两人。只有两个人，只有三个人哦。对啊。我恨你们。你要自己一个人，三个，一二三啊。我们一组。你们两个要一组。你自己一组。我觉得他们好可怜，因为我更多人没有来，我应该要惩罚那些人，对不对？很想啊， yeah. 不行，不能随便当学生，或学生会不开心。我要写报告，对，你们投诉我，我要写报告，我最讨厌写报告。好，那你们自己选吧。划掉的是没有的，划掉的是没有的，他们被选走了。来，拿去写，看你们要报告谁。好，我同时点名，你等我一下。尤兰。李怡，顾轩，有来吗？雅文，心怡有，心怡有，湘君，没来，钟佑，没来，你怎么都知道？玉凯，有来，玉凯，想干嘛？没来，宋欣，没来，哦，嘉欣，崔嘉欣。最佳新没有，品线，泰宇 ，Patrick， 荣慈，冠伟，陆冠伟，林璇，燕婷，郭燕婷，没来，余如，没来，湘梅，有湘梅有啦，不认识。文文今天是试驾嘛，对不对？志军有，好 ，OK， 你是谁？游览，你没？我给你旷课了，讨厌。好
OK， 好，那你自己选人，选好了吗？你选好了没？好了。选写在灰色的地方了吗？嗯，写了。你选谁？你们为什么不喜欢英国人？我知道，剩下来组全部包一包英国人。我杀这一粉都删掉。你要选谁？你要选谁？选英国啦！拜托你，求求你了。他压力好大。求求你了。可是我好像英文都不熟。那边有被喝烂了。这好。所以应该没有你比较熟。位置怎么最熟的应该？可是宣传也不是人都不熟啊，也没看过去。那我先讲一下。跟 Victoria 怎么会不熟？跟 Victoria 很重要的。你选贝克，谢谢你哦。贝克，我要笑死了，活着啊，活着好的嘞。李粉那个，他说七跟九还活着。七跟九还活着。好，下一次我们要看什么呢？下一次公会是啥？对啊，你们想读什么？我要去吃。我们读教育好不好？再不要上课，那你们选。有，很认真，昨天花20分钟写。好，来，那你们选。我们可以读教育 Chapter 6， 谢谢。有这个几页？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十六、十三、十四。好，现在我们读教育吧。啊，读教育好不好？教育 education chapter six chapter six 对，哦、跳过也跳过，因为中间很硬，没有读。啊，考难者啊！等我一下，还是你们要念 political system 也可以啊？政治系统要吗？我没有他、啊。教育吧，我觉得教育比较有趣。是因为看完都不知道问什么。哎呀，会啦，你们知道。好，那我们念教育好吗？看完之后，其实我是希望啊，那我要你们做一件事情，一个小功课。第六章读完，当你在读第六章的时候，请你帮我稍微比较一下美国跟台湾教育，你觉得哪里不一样？哦，对吗？好，会问你哦。OK， 你会问一下，在读的时候告诉我。OK， 好。那就这样，我本来想要再叫你们读英国的教育，然后叫比较，我估计你们应该受不了吧。老师，我们已经没有连假了。对，我知道啊，13页。还有连假你会读书的。没关系啊，你就比较你觉得哪里跟台湾不一样，跟相同地方就好。你不需要做 holistic， 你不需要做全面性的比较，没有关系，好吗？你在读的时候你觉得哪里不一样，你就把它写下来。就是你的经验啊，好不好？你的经验一定会以偏概全的，很正常啊。好吗？好，所以下礼拜读第六章，哦，所以你要抛在 week 5的 discussion 里面哦。我时间应该是记对的啦，你们如果不对，要记得提醒我 ，OK？ 好 ，That's all for today。希望你对美国历史有一点点的了解，还是一直记得亨利八世？哦，就老婆很多那个，他六个那个六个，嗯，马上下课。